大家好，我是梁定国神父。当我收到这个任命的时候，首先多谢大家对本人的信任，多谢总会长对我本身的信任。其实收到这个任命的时候，真的有些诚惶诚恐，怎样去完成这份的使命呢？这份的任务呢？看回我们会省呢，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庆祝来华120周年，一间真是百年老店。怎样，我想看回我们最早期的先贤前辈雷主教高神父，刚刚来到中华会省的时候，真是面对很多艰巨，很多困难。但他们一样有着这份的信心。我相信透过我们大家会士兄弟和其他的持有家庭的成员呢，都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些困难。我相信他们的信心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，不是单止去克服困难，我想更加重要的怎样去开拓未来，看着有着这份的信心。